一开口就让人误以为是原唱的神仙嗓音到底有多绝。这几位校园歌手真正是用十块钱的设备唱出了百万的效果。第一位张韶涵，欢送毕业生。第二位，校园歌手大赛上一唱成名的林俊杰，分解。第三位，湖南大学邓紫棋，用一首《多远我们都要在一起》直接火出了圈。我能习惯人都说每个学校都有一个薛之谦，起初我还不信，直到听了这位同学的演唱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我也藏着颗不敢见的心，我躲进挑剔的德国同学翻唱李玉刚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这戏腔一出，网友神评，这是祖师爷追着喂饭吃啊。